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极光照面施工方法。首先把基层的纹理处理好，然后薄坯2到3遍，不易后坯，每一遍都带干后才能坯第二遍。带干后用振动打磨机上320砂纸全部满打一遍，打磨成全哑光，用干毛巾擦掉表面的灰粉，然后侧面看一下，有亮光的地方都要打磨成全哑光，表面平不平整以全哑光为标准。再用1000目的砂纸重新再打一遍，完全打磨平整后，用抛光机上羊毛盘，把档位调到6档，左右快速不停的抛光，越抛越光亮的，不需要上蜡，干抛就可以了。施工完毕后，真正达到瓷砖般的效果，光滑如玉，而且还很防水。我们是新开发的一款水性环保照面漆，相当易打磨、易施工的一款环保材料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。谢谢大家。